这个有时候用 WiFi 打特别卡，因为那个数据好像就不会那么卡的。我操，终于看到一个有皮肤的干将莫邪啊，莫邪是吧？哦，是蹭的我去，蹭网都行。干嘛叫第七人偶？还有16个助攻。赢的话举报的人就少是吧？这边打野的都没有。对面这一片肯定要被撸了。以上练李白呗。毕竟这个套路猥琐是吧？打完就跑，扔个大人家都抓不到你啊。如果但如果去打那些段排位就没那么厉害了。安安心心的打自己家的野。我们家 WiFi 信号差，把它 WiFi 换到那什么来着，宽敞一点的地方。对呀、啊，这次更新两次是吧？刷新两次，第二次特别慢，第一次会快点。你妹的，竟然敢捅我！我这边花玉呢，就不跟你见识，一般见识，而且这皮肤长这样，皮肤感觉不怎么漂亮。你个亚瑟，滚远点！我现在没有4级，欺负不了你。那我打个野呗，真烦人！我就想打他们家的蓝 buff。算了，我还是打自己家的，绕了半天还没刺激。就像自己人，为啥这么感觉？不停的打野。刀法抓不到葫芦，你还玩大兵法？加了，肯定加了，没加就不会一起玩了，是吧？进来，呜呼！这亚瑟真烦人，每次都是打得半半的。哎呦，完了，什么鬼？
我操，这么远也能杀死我！气死了！我就对这个蓝 buff 这么想要，老是拿不到。只能慢慢去打野。六级的还是这么慢，那15以后快。直接刷一个人头，你丫的还来？我们家的蓝你也不让我打是吧？哎，谁把我蓝打掉了？谁把我蓝打掉了？好懵，没有啊，信息比较多啊，基本上都是同一时间回复啊。这么远也能扔到扇子我，不烂了不烂了，还是赶紧发育吧。想找个地方花育一下都不行，老来干扰我这个该死的样子。差不多了，打到10点了，下午剩下的就是搞什么事情来着？做视频啊。还来你个死样子，真是不要脸。搞得我没蓝，没法打。等一下，现在可以打。哎，怎么搞的？被困了，我操！哎，我这刚跳上去就被他困死了，我的蓝啊，刚打了。那么辛苦的把蓝 buff 打下来，瞬间就送给别人了，真是太好了。哎，我操！你别跑！哎，那个电人就这样子跑了，冲我这么远，快就跑掉了。你现在抢我野干啥？看到了，在干啥？我怎么老碰到亚瑟啊？我这郁闷了。亚瑟怎么不追我啊？在哪都有他的影子。
又抢我家蓝，哎，还抽个毛线。野怪都被他们清得干干净净，我去，又碰到亚瑟，这亚瑟好像跟我无处不在。我打兵线总可以了吧？又差点又死在这里了，还好能瞬间飞回来。他们家的野倒是没人打。哎，别打我！哎呀，悲剧就这么样发生了。打个野容易吗？我现在家里有蓝 buff 了，哎，没有法打了。快跑！谁老投降啊？又下雨了。我们这边天气虽然阴，但是没下雨。下雨是不是又不能出去浪了？再撸我，再撸我，对你不客气。还好这时候这个谁支援我一下，要不然我就死在那里了。看我飞来飞来还是在这里。哎呦我去，这也能砍得到我，我先走了，等一下再来。想去买东西吃，打电话叫他们送啊。应该晚上雨就没雨了吧，它雨应该不会一直下吧，我们这边都是下一下就没雨了。
他说，哎我操，一来就给我来个大，等着等着。又一个，好，这里又给妈妈说，走上来点。再飞回来，再过来，出来啊！那个小人，哎呀，飞回来，飞回来！我操，差点死在这里了。我感觉我现在应该可以去打什么主宰呀、暴君呀什么的。反正步行街有好吃的，就你一个人去吗？还是谁呀？你要干嘛？等等等等，我现在没有大招，回去抛塔，这样找个地方刷个大。给主宰先打了，没狼，其他们就打个狼。看我的炭没了，你还敢跟我玩单挑，找抽。一个人看看我男朋友时间就一起去。我去，这么爽！那与中他们一起去也可以啊。去打那个干将，这边有个蓝 buff， 你才知道她是女的吗？小青是本来就是女的呀。
这不知活，我真的不知死活。先飞回来再说，等下飞不回来更麻烦。咦，这边野怪到哪里去了？一个一个刷，这个没刷到，差一点点。要飞不回来了，操！他都加那么一秒钟。这边不安全。完了完了，这一击抓我抓了半天，哎呀，感谢清晨送的帅哥。我打起来纯感觉都是打一个持久战。我都不会一口气直接把它撸了。靠，其他人怎么都没虐到一两个，都靠我红和安琪拉。我要两个 CP 呀、啊！青丝嘛，一听名字就是一个，是吧？谁能接我一剑？大美女是吧？谁把我的野怪打了？这家伙还想撸我，认输了，拖这么久，你们回来还可以再坚持一下来。你还是男的。你说分数一样的。打累了。看一下。